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竟相信且仍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旧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的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曾你于虚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你靠着肩攀出盛夏，心之所动皆将随便去吧，逆着风行走，任风吹雨打，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乎我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见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心中梦话，不做挣扎不做青春翻涌成她，你藏着剑喷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便去吧，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床头藏起的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甘愿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何时间花，不想挣扎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忍痛之间喷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浪，你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系啦系啦，你而家听紧节目咧就系一些事一些情啊，逢星期六咧及星期日以及咧星期一晚九点半咧，都会出现喺大家眼前嘅一个咧纯音乐科技类总之咧就系、包含得好广阔嘅一个节目啊。咁啊，到今为止做咗17年啦，我都唔知道我哋嘅节目咧应该点样定义吓、但唔紧要吓，发财咧兼脱单吓，华人科目三系我哋嘅呢个根本嘅诉求啊。系啦，咁啊呢个节目嘅名字就叫做一些事一些情。系冇错。直播室入边咧依然会有 Hugo 阿志啦，两个节目嘅小助理啦。咁、直播室外咧就系我哋一大班一大班一大班嘅节目主持人，你哋好啊。系冇错啦，大家好，大家好。咁啊，星期日晚咯吓，咁啊，今日做咗啲咩阿志？迟到咁嘅你吓？我冇啊，我边有迟到啫？迟咗少少到啊，即系你自己同自己比啊，冇啊，几好啊，系嘛？今日有咩特别嘅事情发生喺你身上？今日我见到你好春风得意话，真的吗？系啊，喂，但系咧有个 friend 咧，可能一夜打破咗你春风得意嘅咩事啊？佢话你又删又俾人删咗，唔系嘛？我同你讲，你一定系得罪咗新郎嘅小姐姐，冇其他原因，冇俾人删系嘛？我觉得系冇其他原因，即系当然啦，即系有冇俾人删？其实我自己系唔知噶，其他人先知道，因为我就见到我自己发出嚟。咁啊，但系两分钟之前见到呢个 friend 就话，大家估下紫苏微博几分钟之后咧，被新浪有关系女性删除，有关系字嘅有。啊，你真系，跟住呢个 friend 话，哇，如果真系被删，真系会入选新浪嘅 VVVVVIP， 真系删咗咩？冇可能噶咯。阿志你真是犀利啊！你真是睇，但系廿秒前今日礼拜日，微博的工作人员休息噶，唔会删啊，唔会删啊。O K， 咁啊 ，O K 啦，好啦，好咁啊，大家咧密切关注咧阿志嘅呢个微博咧，几时会被删啊？随时啊，报串啊，系呢个咧都系成为我哋节目嘅焦点啊，小花絮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打卡打卡，今日咧被雨困喺一些柠檬一些茶啦，嗰段咧点咗一杯利宾纳啦，中山三路。店咧好店啊！海贼王主题啊，如果咧能够邂逅嗰个他，嗰个女性他啊，女仔嘅他咧，咁就正啦。咁啊，你一日到黑去咧，其实就算邂逅唔到个他咧，你都可以即系观察下女店员嘅啊。唔系，其实呢啲就机率问题系嘛，系啊，总系有机会啊，总系有机会撞。冇错啦，冇错啦，只要大家出街咧，就会一定咧会认识新鲜嘅异性啊。咁喺屋企一般就系一般就系熟悉嘅异性啦，即系阿妈啦。即系你鼓励啲 friend 多啲出街嗱，咁喂大佬，咁你如果唔系嘅话，你喺屋企咁啊，当然啦，而家有好多个所谓社交软件啦吓，但我就想知道咧，大家喺社交软件上边咧，嗱，大家咧，我觉得啊，我觉得一家之言啫吓，咁啊，因为我嘅经验都系多数系你话俾我听噶嘛，系咪？唔系你啊 ，Bang 哥啦，反正两个都唔系好人，唔系我嗰啲好经验 ，Bang 哥啲系就系另计吓，两个都唔系好人，咁你哋都有同我讲啦，你话即系其实咧入呢个社交软件去识异性咧，其实多少有啲咧。怀住一啲嘅怀住一啲嘅非分之想嘅。哦咁、樣。係呀係呀。即係唔會係好純潔嗰種呢、okay 啊、我真係想搵個人結下婚呀嗰啲呢。出街就純潔好多啦。喂至少嗱我至少你一個人呢其實呢就睇人㗎知下。每一個人呢可能都有純潔嘅時候都有唔純潔嘅時候。係咪先絕對啦。咁睇下邊個呢個時段比例會比較高㗎嘛知係咪先。咁你坦白讲你真系出街，系你个人唔纯洁，你就你去到边都唔纯洁。系冇错啦，冇错啦，你去到边都唔纯洁噶啦，系咪先啦？但系问题咧，你出街结识异性咧，就好似你咁样吓，即系呢个十八般武艺，你都样样精通嘅时间上咧，其实你一日你可以结识嘅呢个女性咧，即系同一时间咧系有限噶嘛。绝对啦，系。但喺网上喺线上就唔同啦，系咪先？你同一时间吓，可能头尾几分钟你可以咧发出好多嘅邀约啊嘛。或者即系睇下边个咧。可以同你撞啱㗎係咪係呀冇錯係、亂石掟竹林嘅心態呢同埋嘩眼前一亮呢非他不可係兩件事嚟㗎嘛係咪咁當然啦咁睇唔同個 friend 呢佢會有唔同嘅自己下、認識呢個異性嘅地方啦機會啦咁當然多啲接觸呢先會多啲機會呀。係冇錯啦呢個 friend 呢就請問呢寶貼冇咗巴斯克蛋糕啊咁呢樣嘢呢講起呢樣嘢呢又要同 Alan 講聲唔好意思啦。咁講咗啦。係呀而家去呢個番禺寶時節七折㗎七折㗎。再跌一次。
系啊，咁啊，因为咧就系、是、真系顺丰嘅问题，呢、這个真系冇办法顺丰嘅问题、嗯、啊，因为发唔切货，所以咧我哋有见及此咧，就话呢两日咧我哋稍微收起咗下咧呢个巴斯克蛋糕，哦、因为咧前晚咧就系 Alan 嘅呢个爸爸生日啦，咁啊，咁啊，琴晚咧就系 Alan 嘅爸爸生日啦，咁啊，所以咧佢啊，前日大前日双十一嗰日咧已经系买咗呢个蛋糕啦，咁啊，其实咧已经系到咗呢个顺丰嘅点啦，但系一日咧都派唔切，咁啊到咗今日都未派一次。真系阴功啦咁啊，所以咧我有见及此，我同同事商量，喂唔好啦吓，因为人哋即系买蛋糕咧，好少话，即系当然有啲 friend 啊中意食蛋糕嘅咁啊，但系可能咧有一部分嘅 friend 咧都系因为生日啊，系啊生日或者咩其他嘅庆贺啦，咁、嗯、你到时咧到唔到嘅话咧，其实好失望啊嘛，都嘥气啊成个现场啊，系啊系啊，所以呢样嘢咧我收起一下啦，咁啊过多两日咧吓，等顺丰咧就即系等佢冇咁忙，等佢冇忙，而家要睇佢面色，唔好意思。阿黄生啊，呢、這个阿冬瓜喺抖音度讲噶，哇，感觉翻到高中时代喺宿舍咧，收下成个宿舍嘅人一齐听一些事，一些情界女，哇，嗰、那个系十几年前啦，系啊，系嘛，而家就臭女啦，系嘛，而家都系戒紧，手起刀落噶嘛。呢、這个 friend 话阿智叔俾人删咗，系咪啊？嗱，我点入去呢个微博睇下先啦。嗱，而家啊。暂时睇到未删，暂时睇到未删，你睇到未删啫，啊哈，系啦，我要睇下先，我要睇，睇、啊欸，我边度去揾你啦吓，其实几难揾噶、啊、你，收得比较埋啊，系啊系啊，我睇下边度可以揾到你先啊，啊呢啊呢、啊這个 friend 人人都话发咗唔读啊，都嚟，哇，咁我都试下啦，咁想打开金口啊，我想咧今年脱单，虽然得翻几个月，但系。希望就有機嘛，冇錯，唔係得幾哦，得個幾月，係啊，真係得個幾月嘅咋，啊，係啊，恭喜發財冇生啦，係咁啊弊啦。啊哈！咁真系删咗，即系删咗。我今日唔系咁发噶，我系十四号啊！系啊，你真系嗱呢个咧十四号噶大佬，系啊系啊。但我已经嗱你睇我呢度，你睇我呢度，即系我系咁发噶。我已经冇我冇即系嗱，我系嗱我发嘅原文嗱就呢个鼠标呢度位吓嗱，我已经冇咗呢个链接啊，特登系嗱都唔得，咁发都唔得啊，字。啊啊、所以呢樣嘢你係即係我同你講，你跳落珠江好，跳落黃河好，全中國河你跳曬都好，你都洗唔甩啦。我同你講，你如果係唔係因為感情嘅關係，其實唔會對你咁狠㗎，自我覺得絕對唔係啊，絕對啊，感情絕對冇瓜葛，但係即係感情絕對冇瓜葛係嘛？你又想冇瓜葛，人哋想有瓜葛嘛，自唉，嗱啲 friend 話咧 ，Hugo 幸災樂禍嘅笑聲最動聽。你话你嘅人，你睇你嘅人就系咁嗱，呢其实呢个微博冇咩啊，嗱，只不过咧就系同大家讲啦吓，咁样而家咧可以参加咧 Hugo 1000万嘅呢个补贴啦，上我哋官方网站啊，仲可以咧满300加10蚊咧就可以得到呢个斗牛士西班牙嘅红酒一支啦吓，满600咧加20咧就得呢个斗牛士加单身狗吓，斗牛士咧就系呢个西班牙红酒啦，咁啊单身狗咧系法国呢个葡萄酒啦，红葡萄酒啊，跟住咧满900蚊咧，就加30蚊咧，就可以有咧啊三支红葡萄酒啊，分别系斗牛士啦、单身狗啦，同埋老司机嘅吓，咁样哇，分别系三个国家啦，法国咁啊，西班牙同埋呢个智利嘅咁啊，咁咧然之后呢度有个链接嘅，大家点落去咧就可以，咁啊就可以咧啊入到咧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呢个网站噶啦，咁啊啊嗱呢个咧就入到我哋网站噶啦，咁啊吓系咯，咁啊其实呢个资讯咧都系好简洁嘅一个资讯，好简洁，好系啊，好。好正能量系嘛啦，好正能量，即系悭钱肯定正能量噶啦，系啊，好正能量嘅一个咁样。都唔知点解啊！系啦，啊呢个 friend 话相真系上次老婆波衫啊，冇留言，结果肥佬咗，今次一定要再嚟留言啦，唔读都靓啦，咁样下次一定要过啊，撑你哋过80岁，双城大卖，咁啊一定啦，咁啊你太太咧波衫一定过啊！系呢个 friend 话 Hugo 叫阿数码风暴咧出嚟解释下，系咪叫数码风暴？唔系叫咩啊？反正我叫佢數碼哥喎，啊數碼哥係出嚟解釋啊，點解一直係咁刪啊智叔微博？呢啲係感情瓜葛啦，佢解釋唔到㗎，佢只可以咧解釋自己嘅呢個數碼啲嘢啊，係啊，佢只可以咧解釋呢啲係合理性嘅嘢，知唔知啊？呢個 friend 話真係笑死我，真係刪咗。
呢个 friend 话顺丰真系越嚟越唔靠谱啊！双十一有个广州到广州嘅快递同我运咗去沈阳啊，再运翻嚟啊，激死啊，真系啊！哦，咁样咯、啊，哎呀，哇，好多 friend 啊，好积极啊 ，Love Q 啊，啊 ，Love Q 全部都报料俾我系嘛，删咗删咗啦咁。喂，下次咧我哋开个盘啊，阿志你几耐硬？你即系唔系几耐？几耐未删？系你删啊删硬噶啦，你只要嗰个感情问题你唔解决系嘛？关咩事？你唔好咁样讲，根本冇呢咁嘅事啊！我俾你听，你自己觉得啫，知啊。但系理论上嚟讲咧，就系、是、根据我嘅呢个推测嚟讲咧，即系如果系冇呢个生意上嘅啊，冇呢个生意上嘅呢、這个大家十冤九仇啊，又冇杀父之仇啊，咁样诸如此类，一定咧就是、感情嘅事咧，先可以令到大家咧系即系做出啲咁唔理智嘅行为噶，知啊？系啊。嗯哼，唉，我要再发，唉，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系、是、今日老婆生日啊，谢 Hugo 迷人嘅声线咧，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出年又多个小低迷啦，吴小猪生日快乐，健健康，结婚后咧第一个生日啦，以后每一年嘅生日咧都一齐过，感谢你一路嘅陪伴同埋支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系嚟自河源嘅古天乐，咁啊，河源古天乐，河源古天乐劲啊，同珠江新城嘅刘德华系嘛，产生咗互动。产生互动，咁啊，唉，咁啊，啲 friend 都话啦 ，OK 啦吓，收到风啊，你系一分钟前睇仲有，系啊，有啲删嗰下就一下噶啫，系啊，删使几耐啫，系啊，唔使嘅就嗰瞬间噶嘛，系呢个 friend 咧就 Hugo 啊，你嗰件咧刘德华签名嘅衫咧，系你考虑成点啊？吓？你咪话考虑下，即系攞唔攞去水鱼度咩嘅？哦，梗系啦，梗系唔买啦。而家谂下谂下，既然有呢个赌系嘛，系啊，件衫要归自己啊，系啦，冇错啦，即系件衫要归自己系嘛。好咁啊，呢、這个六福小小君咧就有冇人比我仲后生吓？喂，啊、我系05嘅啊。啊，05年，今年就15岁咯。啊，05年啊，即系你喂大佬，你要睇个前序嘅话知吓。如果1905嘅就系同你慢咗15岁，1905啊同你咁上下，真系长寿啊你啊！当时同闭关所讲，仲揈住条鞭仔啊，系咁啊。咁咧就系、是、好多 friend 咧就系、是、喺呢个抖音上边同我哋讲，哇喺呢个节目仲喺度啊咁。喂，但凡听过我哋节目嘅 friend 咧，都应该知道。我哋嘅节目咧就系个80岁嘅约定啊嘛，呢个80岁唔系指阿志嘅年龄，亦唔系指阿志加埋我嘅年龄，而系我哋呢个节目嘅年龄，你明白未啊？再讲人哋以为指你嘅年龄，系啦，系我哋嘅节目嘅年龄啊！我哋节目咧，今为止做咗17年几，即系话仲有63年、62年啊，做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几时啊，揾一些事一些人咧，绝对咧喺你有生之年咧，都应该揾得到嘅。系啦，我哋有约定啊嘛，系啊，系啊，系啊，著名女歌。唱家王菲都讲过嘛，一个名人啊，我哋约定假如没有死嘛，系咪先？喂，呢、這个 friend 问你，可能你会知道，广州有冇红土嘅网球场？当然有啦，真系有吓，当然有啦。我最憎我仔去打红土噶啦，身邋遢晒啊！哎哟，真系真系对鞋啊，大佬！哇！你真系对鞋，你未曾干净过鞋啦、球拍啦咁啊，因为击球嗰时喺球上边都黐住呢个黐住啲泥啊嘛，啲泥啊嘛，所以球拍啲线上边啊，哇！次次咧佢打完红土咧就要佢，我知佢要打红土咧就要打带条呢个冇用嗰啲布啊烂布啊咁啊，咁啊然之后咧就湿咗水，同佢抹鞋，跟住抹拍咁啊，抹球包咁啊，系真系啊，一个真系好称职嘅助理咯，唔系即系我系湿咗水啊，我即系做嗰部。抹系佢自己做嘅，大佬咁咩？系啊，但问题咧，对袜咧最攞命嘅，系啊，对袜咧，其实使唔使得甩嘅，基本上使唔甩嘅，都系有就算淡咗红印啦，系啊，都系红泥嗰啲，因为咧嗰啲泥咧，佢又真系好衰嘅，佢嗰啲泥咧，佢系进口噶，系嘛，系啊，可以食嘅，系啦，冇错啦，号称观音土啊，喺你嗰个年代咧食过系嘛，进口系啊，佢系唔知瑞士。呢啲系法國嘅一包包水泥咁樣進口翻嚟，系啦，好討厭啊！所以真係呢個紅土啊，有呢個地方啊嘛，係啊，呢個 friend 話：，呢個 friend 咁樣建議，佢節目主持人們一齊沖涼，一齊聽小助理做節目啦，係咯，係 OK 喎，幾識享受啊你啊，係啊，一齊喎，仲要係啊，關鍵呢個字啊，幾有遐想空間係咪先嚇？我喺度諗緊，哇，有幾萬人同我一齊沖涼啊，不分男女係嘛？
喂，得喎，真係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啊，床前明光，Hugo 晚上好啊，今日收咗对鞋啦，不过呢买嘅41码啲细点算呢，你哋库存呢仲有冇42码，咁你联系客服啊，因为我又唔知你边对鞋啦，咁啊具体嘅码数我唔太清楚啊，唔好意思啊，但呢多谢你啊，多谢你对我哋品牌嘅支持，多谢啊。好啦，咁我客服呢会俾个满意答复嚟嘅。真爱 Hugo 芝芝，听咗十几年啦，从来呢都唔敢麻烦两老，唔好咁讲 ,friend 嚟啊我哋啊。冇麻烦呢件事嘅。係最近呢上天呢赐咗位少爷俾我啊，而荷包呢亦迅速被尿片吸干啊，求两老开金口，祝我爆单，何以解忧，唯有爆单，急急急咁啊。好，祝你爆单啊。係啦，我哋啲 friend 冇问佢边个尿片牌子啊咁好啊，佢性咁劲。喂，而家呢，喂，讲起呢样嘢呢，你又识。我喂大佬，我话晒都有两个 BB 啊，咪先咁系咁系，咪先啊？点点点啊？咁样，但系我唔系想讲尿片啊。哦，你我想讲我仔嗰啲枪啊。我仔嗰啲枪咧系打一啲水弹，你知唔知啲水弹系咩嚟噶？唔知嗱，唔知啊。系就系咁嘅。而家你可能好耐冇玩啲玩具枪啦，嗬？系啊系啊，唔系真嘅枪都好耐冇玩过。系喎，因为有试过实弹射击噶嘛，系咪先？啊，系咁啊，系咁咧就你以前系玩红缨枪。红缨枪咩嚟噶？啊，真系。系咁样，咁咧就系而家啲僆仔咧就系、是、即系玩嗰啲枪好得意啊！佢有啲子弹嘅，啲子弹咧就系一啲蓝色嘅细粒粒，啲蓝色嘅细粒粒咧就系一包咁啊，一个细嘅塑胶袋装一包咧吓，系其实就唔好大嘅啫吓，跟住啲蓝色细嗰啲粒粒咧，你一浸水，佢就会发。哦，即系胀发大，就会发大，大概咧发大到我又冇度过啦，我谂大概可能都有三到四个毫米。嘅直径咁大嘅，啊哈，三到四毫米，系啊，咁啲圆粒粒咧，跟住咧装落个枪度咧就打，就打出去啦，就打出去，跟住咧佢其实又唔会点样伤人嘅，但系咧有时咧好近嘅话，我哋都尝试过，即系对住蕉叶打啊，都打得穿，都打得穿噶，系啊，对住啲即系比较大块叶嗰啲啦，即系芋头叶啊嗰啲咧吓，都系打得穿嘅，咁啊，都几过瘾噶，咁啊，我跟住咧就系佢本身咧慢慢咧又会即系话，我成日觉得点样。化學嘢會唔會唔環保呢？你知啦，我好愛護呢個地球㗎嘛。咁呢就係會唔會唔環保呢？原來呢佢又自己會降解㗎，好得意喎。或者打出去之後。係啦，咁嗰日呢我呢同個 friend, 咁我同個 friend 我探討呢個問題。喂，我話呢其實呢我哋即係呢個世界上邊呢好多你可能覺得好冇用個發明喎。好似嗱發明啲子彈。係咪我話邊個人咁得閒去發明呢啲嘢呢？咁又打得過癮係咪先，跟住呢佢又唔會造成污染，而且呢個子彈呢佢係好細粒好細包咁樣寄嚟嘅，跟住呢即係好似啲好細嗰啲種子咁好細粒嘅，好細粒嘅，咁芝麻咁大，我諗細個芝麻囉，係呀，半粒芝麻，係啦，跟住一醬呢醬成一個波仔㗎嘛，幾過癮㗎喎，咁我話呢啲咪發明呢，其實發明嗰個人個初衷係即係嘩都好犀利呀，為咗小朋友玩槍係咪，跟住我 friend 呢就係一個科學知識好豐富嘅 friend 嚟嘅，同數碼風暴有得揮嘅。佢拍住我膊頭講，佢話拍住我膊頭話 Hugo 咁啊，點啊，你知唔知嗰啲粒粒係咩嚟㗎咁啊？咩嚟噶？哇，咩嚟㗎？梗係唔知啦，我梗係唔知啦，我知唔使即係咁崇拜咁講呢件事啦。佢同我講咧，嗰啲粒粒咧，原來咧就係、是、啲女仔啊，啲M金入邊嗰啲吸水珠珠嚟嘅。哦，啊，佢话唔知俾边条友咁醒目咧，发明咗嚟做子弹，哦，即系呢样嘢啊，即系一样嘢几样用途咁样，系啊，跟住咧，即系专门攞嚟吸水嘅，系冇错啦，佢一掂咗水，佢就发胀，会吸咗啲水去嘅 ，OK， 系啊，佢话就系嗰啲吸水珠珠嚟噶啦，换言之，嗰啲尿片都可能系有呢珠珠咁，尿片应该入边冇嘅，我谂下，因为婴儿啲嘢啦，佢全部都系靠啲棉啦吓，咁啊，我即系唔系讲开尿片，我突然间即系大家个使用部位好相。近啊，咁样甚至乎一样啦，咁样我就唔系咁咩？唔知啊，你想象空间唔够你大啊？莫非你 M 根你有第二啲玩法嘅字？我唔知啊，未玩过唔知啊。原来可以玩噶，原来咁嘅，唉，真系这样子，系啊，咁样，我你知唔知咧？我自从知道咗呢个。我自从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我真系有时都冇办法面对我自己再打呢啲子弹。
我覺得即係有時呢即係知識太豐富唔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唉有時無法面對呀真係。唉好啦。喂咁呢個 friend 啊央公子呢等到問佢如果星期一都直播咩係呀咁星期六日呢就喺電台啦同埋抖音直播嘅。咁星期一呢我哋就會喺抖音呢同埋微信小程序咁直播嘅。咁係啦咁三晚都係呢夜晚九點半開始。係冇錯啦夜晚九點半開始。咁我哋呢就係有一聽啦有一睇呀好似間有一睇。睇嘅咁啊，知道我哋咧，通過我哋個主觀鏡頭啦，呢個就係我隻眼嚟噶啦咁啊，通過我隻眼咧，周圍瞄嚟瞄去啊，望到咩就睇到咩啦，係啦，冇錯啦，咁啊就可以咧同我哋一齊咧，好有代入感咁樣咧嚇嚟主持節目嘅嚇，大家都知道啦嚇。今晚啊，聽晚啊，咁啊，包括琴晚啦嚇，咁啊三晚咧，其實咧，我哋一些事一些人嘅節目主持人咧，就係你啊，就係你啊，睇緊睇緊呢個抖音啦，聽緊呢個心機啦嚇，或者咧。用其他的收聽軟件來聽緊你先至係呢個節目主持而我同阿志呢絕對係坐喺直播室裏面兩個小助理而已㗎嗯呢個 friend 呢微博上講佢啱啱同一班老友呢長沙旅行返到廣州喺返珠海嘅途中呢好有話喺公交車上面呢聽到相低做節目向喺珠海公交車上面聽節目嘅平平講聲嗨好朋友再追㗎嘛咁啊咁啊同時呢都同呢個公交車司機呢講聲嗨你好啊你好啊多謝你啊咁啊呢個 friend 問我哋一個好呢、這個好多人都想知道答案嘅問題即係咩問題我出年犯太歲又點算咁啊我成日呢都覺得太歲啊太歲真係我哋古代一個神啦咁啊咁樣咁每年呢都有一兩個屬相呢犯太歲嘅。咁你話呢係你犯定係太歲犯呢係咪先返佢年年都有人犯佢㗎啦嘛。全世界呢有全世界有70多億人係咪先咁啊年年呢都有咁10億8億嚟犯佢。咁佢又絕對驚過你㗎嘛所以你使乜驚係咪先道理上佢唔一定呢顧得掂你㗎係咪先佢又煩啦你又唔使煩㗎嘛係咪先所以呢樣嘢啦大家從呢個角度諗係咪犯太歲都冇嘢呀係咪唔使頭痛。北京時間22:00。是啦你而家聽緊節目呢就係叫一些事一些情啊逢星期六及星期日晚呢九點半打到呢都會出現喺珠江經濟廣播電台㗎當然啦星期一晚嘅九點半呢我哋都會出現嘅咁啊大家呢可以星期一呢同我哋一齊呢視頻上面呢分享我哋生活中嘅點滴同埋呢我哋都分享一啲嘅好食㗎好玩嘅嘢呢同大家一齊呢就係一齊呢同樂啊星期一同樂夜咁啊係阿威廉呢就喺抖音度一聲彈息佢唉臨時接到領導通知啊漏夜趕工要做一份項目嘅框架設計係咪冇人你真係好犀利知道你最快手㗎啦係咪所以搵嚟係咪係呀唔講聲搞掂㗎嘛。好咁啊呢、這個 friend 呢就係 Hugo 呢Hugo 話咩話唔鍾意心心係抖音上第一人啊係極品中嘅極品囉咁啊。唔係㗎嘛大佬你送啲心心俾我又冇乜大著數㗎係咪先同埋你俾抖音賺好多錢嘛是吧咁所以係囉咁所以呢不如呢如果大家即係有呢啲嘅經濟實力嘅話咁不如呢上我哋一些事一些人網站買嘢好過啦係咪先我哋個品牌係咪先你又唔會嘥錢係咪你買對鞋又可以穿買件衫又可以穿買嘢可以食買酒可以飲係咪先所有嘢呢都係物有所值嘅。是啦而且你有親身感受得到。是啊你送頂麥花送隻咩心啊俾我當固然之我知道係大家有一番心意啦咁啊呢樣嘢呢我都好感激㗎。但係呢諗深一層嘅話呢其實即係其實嗰短短幾秒鐘我馬下手連你個名字我都睇唔清。係咪先咁我即係有時呢又覺得呢我收咗呢啲嘢呢又辜負。又對你呢有所辜負我連個名睇唔清係咪先所以呢大家冇啦冇啦大家呢如果經濟條件允許㗎咁啊不如呢上我哋一些事一些人嘅官方網站呢買嘢好過啦係咪先嗱啱啱呢就話呢、這個咪呀咪 stand 上邊呢係會著燈㗎。啊即係我哋開住咪嘅話佢著燈。開住咪會著燈。原來呢係長期係紅燈嘅都係。睇唔睇得清紅燈啊因為係啦。睇得清睇得清紅燈㗎。係啦。咁呢個 friend 話好貼心啊係啊其實即
貼心是一定啦嚇。咁啊，關鍵我頭先講我哋整個碰台咧，好多好多件，我哋點解都不一一細熟細熟咧？因為我哋大家都我自己都唔識，講唔清俾你哋知噶嘛。係咁啊，呢個 friend 話落雨天啊，去一些檸檬一些茶咧，整杯一些護黎丸柯華田咧，暖粒粒啊，爽啊 ！P.S. 啊 ，Hugo， 你經常嚟黃埔，幾時可以喺羅蘭店同啊 Hugo 偶遇下？其實我去過羅蘭店噶啦，我買過嘢噶啦，係啊係啊，不過你唔認得我啫。啊！微博上呢个 friend 话相当晚上啊，人哋介绍个男仔我识啦。虽然咧大肚腩，但系咧胜在几体贴嘅，有被宠嘅感觉。突然间发现咧，佢细我7年啊，佢28岁啊。我個樣子顯後生啦，唔知佢知唔知道我幾歲呢，介唔介意呢，唔知點問好，求大家俾啲意見啦咁樣。咁我哋發上嚟嘅就係女 friend 啦，話35歲喎。係啊，35歲同28歲天作之合啊。係啊。係啊。不得了啊，太好了太好了。而且你樣子生得後生。是啊。啱啱好啊。是啊。其實呢個世界最大的悲劇呢，就是你25歲但你生了一個35歲的面。是不是先是咪即係照我個路睇㗎嘛，最開心就係嘩有咁嘅年紀生得後生。係啊。不得了啊。係啊，凍齡女神係咪先啊。係囉、其實女仔我覺得呢，就依家何阿 Ben 哥話齋都唔介意男仔細過自己嘅。係咪先啊。係唔介意男仔細嘅，介意男仔唔知邊度細嘅啫。即係 Ben 哥咁㗎。係囉。係囉。係囉。呢啲咪人絕交，系啊，讲埋晒啲咁嘅嘢，讲埋晒啲咁嘅嘢，系冇错啦，唔得，好唔得啊！我哋要批判眼光啊，嗯、好咁啊，我哋要批判眼光嚟睇佢啊嘛，咁啊，即系焗住我哋又要睇佢，又要见佢，如果唔系我点样去施展咩眼光咧？见佢就系批判佢，见佢目的就系批判啊！唉，冇错啦，都啱嘅，要教育下佢啊，系冇错啦吓 ，OK， 咁啊，手上咧揸住一封个 email， 正话啦，喺呢、這个呢、這個中間廣告客戶聲音同埋宣傳聲帶嘅聲音嘅時候呢，咁啊如果你係睇抖音直播嘅話呢，你都知道啦，我已經同大家介紹過我哋呢會讀喵嘅，係咪好，咁啊手上呢揸住封個 email， Hugo 哥Hugo 哥哥智叔叔晚上好啊，循例呢都要讚下你哋，呢啲唔係循例，呢啲發自內心啊，下次大家唔該將循例兩個字呢改成4個字啊，發自內心要讚下你哋，哈哈哈咁啊。首先呢Hugo 哥嘅思路呢奇特啊，凡事呢都可以從多個角度嚟分析，總會呢俾出一啲獨特嘅見解咁啊。阿智叔呢就人靚聲甜啦，成為就好似枕邊嘅男友，喂你著數啲喎。哇是啊，我都是骨格。好明顯點，喂點知著數啲。著數好多冇啊。我都是骨格清奇㗎咗。思路奇特啊大佬。可遠觀而不可涉換啊。其實你好想被涉換啊。唉大家理解一下 Hugo 嘅心啊。你又好啦，你枕邊男友係咪先。涉到咩咁啦。唉怪呢就阿志呢就好似枕邊男友啊，聽到佢節目嘅聽到佢節目呢有一段嘅時間啦，最近呢有啲嘅煩惱啊，仍唔知道呢應該同邊個傾訴，所以呢想同你哋傾一傾啊，俾啲意見我 啊我係一個女生咁啊，最近啊好似呢不知不覺呢鍾意咗一個朋友啊 ,W 啊咁啊，係啊括號佢係男嘅咁啊 ,OK 啊，咁我哋應該正常嘅思維佢都係異性啦，係你係女生應該佢係男嘅，咁呢就係、是喺 W 呢係之前啱啱認識無奈啊，認識無奈嘅時候呢佢有追求過我㗎，但呢俾我拒絕咗啊，原因呢一係因為呢外表唔係我鍾意嘅類型啊、好啦我承認啊，我係顏控身高控咁啊，咁意思就係話馬來手呢個 W 呢就係、是、顏值啦身高都唔夠啦、即係唔啱嘅要求啦，係啊或者一樣唔夠或者甚至乎兩樣都唔夠啦，呢方面呢就即係守得比較嚴啊，一定要過呢個關先得啊，喂阿志啊，其實呢顏控呢身高控呢，你如果你自己真係有呢個底線嘅話呢，唔該你一直守落去，如果唔係呢你到最後呢你後悔，你話降低要求咁就真係弊啦，係咪係呀，如果早降低要求可能仲有更多好係咪係呀，你意思係咁呀，係呀，如果早降低要求嘅話呢，咁可能呢有啲其他條件可以補足嘅，係係咪先，就會更加好呢，係呀冇錯，你話嗱一開始你比較後生嗰時啊，大家後生嗰時你識馬雲係咪先，你話你係顏控咁死得啦係咪先，係你身高控都死得啦我估係咪先。啊、但是是啊但是他骨骼清奇是啊冇錯啦。
系咪？咁所以呢啲嘢咧，我就觉得咧，嗱，你既然咧你 set 咗一条呢条嘅底线俾自己咧，死都要坚持。如果唔系咧，到时候后悔咧，哇，真系喊，真系喊足三日三夜，我就。咁但系问题，随住年纪嘅不断咁样增加，好自然噶，呢个条件肯定会降低噶。哪知？阿芝啊，我从来都唔觉得女生嘅年纪啊，比如话系越嚟越大啊，佢就应该降低要求。系我冇呢样嘢嘅，因为你唔系女生啊，女生真系唔系咁谂噶，我觉得系嗱。虽然咧喺呢方面你嘅了解肯定比较多啦，唔一定嘅，唔好怕你啊！啱啱讲到咁斩钉截铁啊，为咗挫你系咁样。系啦，嗱啲 friend 咧就咁度讲，系啊，年龄增大降，即系要求会降低嘅。唔系嗱，呢样嘢咧就系唔知点解嗱，呢个世界上咧有种咧唔知叫咩马格里特咩社会效益啦，咩社会效应啊，就系咧好多人话呢件事系咁样嘅时候咧，连自己都信埋系。是不是是啦隨眾心理啊等等啦。是啊冇錯啦呢、這個呢就是一個心理上邊嘅一個有一個專有名詞我唔記得肯定唔係馬格麗特啦。好鬼難記嗰啲啦梗係。係啊咁啊。喂又講喂講開呢樣嘢呢我又有一個疑慮啊知啊。點喂即係點解呢嗰啲心理學啊或者哲學上邊啊呢啲嘅專有名詞呢硬係嗰個名字呢難記啲㗎、啊。即系唔会话咩 Mary 啊，Mary 定你啊，Cindy 啊，Anna 啊，即系点解唔会系咁样咧？佢会唔会惊太重複咧？嗬，系啊，即系太雷同咁样，大家都起呢个名咁样，系啊，系啊，你即系你咁样啊嘛，系咪先啊？或者系 David 啊，Peter 啊，Hugo 啊，系嘛？点解？我终于 get 到你意思啦！喂，点解你真系搞嗰啲咩？全部咧啲咩德文咧，喂你德文咩 S W 啊，咩又唔边个又唔发音啊，嗰啲咧 S H 咩 W 啊，嗰啲即系你翻译佢唔知点噶嘛，唔知点读嗰啲噶嘛，系咪先？硬系嗰啲喎，喂你唔好同我讲话德文系咁样，喂德国最多人叫咩名字啊？啊 ，Hans。系咪先？嗱呢个好简单啦、啊，佢哋个名又系咪先？是嗎咁所以呢呢樣嘢真係好神奇㗎點解唔可以簡單啲啦係咪係呀令到我哋咁難記啦係呀你好難可以粗口而出好叻㗎嘛顯得係咪係呀冇錯啦而家真係直頭想粗口而出係咪先唔係粗口而出啦即係幾少顯得自己一啲都唔叻係呀 David 定理呢就咁樣講你係好叻係呀即係呢個世界啦我講返啦即係呢個世界呢係好多人呢覺得呢女仔年紀大咗呢嗰個選擇要求呢應該放寬嘅其實根本上呢件事呢係唔合理嘅、uh-huh. 我同你講點解唔合理呢嗱隨住一個女仔佢個閱歷呢越嚟越豐富係咪先佢見識嘅事見識嘅人見識嘅錢啊見識嘅知識是啊知識嘅儲備都係比後生嗰時要更加豐厚㗎嘛一定啊所以本來女生在我眼中已經即是18歲已經是一個好一個寶藏來的嘛是不是啊一路18歲都是寶藏是不是寶藏少女的嘛是不是咁我其實好想入去探尋一下嘛咁但是呢就是你根本上你根本上你隨住你個閱歷嘅增加係咪先你社會經驗嘅增加咁樣喂你根本係一個唔單止一個寶藏一個金礦級嘅寶藏係咪先係呀所以呢個時候你點可以你話放低呢個要求嘅呢嗯哼係咪唔係即係道理當然可以咁樣講、但我哋可以另一個側面都可以咁樣理解咁佢隨住佢閱歷增加對好多嘢了解更加深佢覺得馬雲都好靚仔。係啦冇錯啦佢更加了解呢個世界啦。其實佢條底線係冇降到嘅不降反升嘅。係呀以前呢淨係覺得金城冇靚仔係咪係呀咩朱孝天靚仔嘩而家見到朱孝天一個肥佬咁。而家馬雲幾靚仔即係咁㗎嘛。其實佢冇降低到係大家要堅信下所有呢呢、這個年紀超過30歲嘅呢、這個女生一定要堅信你哋呢如果係一個顏控啦或者一個身高控啦身高控呢樣嘢你會發現呢原來唔係㗎喎即係唔係朱芳雨呢先至係靚仔㗎喎咁啊係啊咁啊小沈陽唔係小沈陽嗰啲咩潘長江都靚仔㗎喎係啊係咪先你咁樣諗你同佢一齊呢好有樂趣㗎喎係咪先係啊
身高唔係指一個物理距離嚟㗎嘛。係呀係呀，你買手係佢思想嘅高度㗎嘛。冇錯啦，你嗰啲咩易建聯啊、朱芳雨，你見唔到佢面口㗎嘛你。咁都有好處嘅，買一句坑口坑面你都睇唔到㗎嘛。是不是啊，真的啊，隨著閱歷增加呢，不要說降低要求，而是呢你對這個要求呢有新的改變和、注入了新的思維，明白沒有？是啦，咁樣講得。不要為自己的年齡啊、而哀嘆傷心的。是不需要不需要 啊每一天都在增值。是啊，歲月給了你很多很多的價值啊，這個 friend 又送心心啦，我都話啦，我連餅我睇唔清你送啲做乜鬼啊，真係唔好送唔好送，從此改變抖音嘅生態嚇，我就係齋睇唔送，我哋會俾人打嘅。好咁啊，好咁啊，继续呢封个 email 咁啊，咁咧，因为第一啦，因为外表啦，佢唔系我中意个类型啦；第二咧，因为异地；第三咧，系喺本地咧，佢冇屋咁啊。因为咧年纪都唔细啦，如果拍拖嘅话咧，我谂咧就应该系向住结婚为目的去谂噶啦吓。明白。系咁啊，第四咧就系嗰阵咧，佢啱啱认识我，对我咧都冇太多嘅了解，可能咧有一部分系喜欢我嘅外表。即係我哋個 friend 靚啦。係啦係啦係啦，自不然自己靚要求對方顏色啊、身高等等要襯得上係咪？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哋 friend 靚㗎嘛。我一直呢都覺得呢，當佢了解到我真正嘅性格嘅時候呢，佢就可能唔會鍾意我㗎啦、因為呢成長嘅環境同埋之前呢一段失敗嘅感情嘅關係啦，我嘅性格呢比較敏感同埋內向而且呢仲多愁善感、優柔寡斷㗎嘛。咁、如果對方係一個好強勢好大男人嘅咁啱好啦，係咪先互補啊。係啊，係咪你咩聽佢就 OK 啦。系冇使优柔寡断，系啊，自己都唔使谂，系咪先啊？诶、到六啊几岁个脑仲好新净，系嘛？即系你知冇咩用过，咁几好啊，大佬系咪先？几想系嘛？系啊，唉，然之后咧。唉，斬鵝咁啊！幾個月之後咧，我哋咧幾個月啦然後幾個月咧，我哋咧都有一齊啦，幾個朋友一齊出去玩嘅。我咧嚇弊家伙啦，發現自己好似中意咗佢咯，係嘛？係啊，對佢咧有過度嘅關注啊！有時候咧佢同其他女仔咧講下笑啦咁啊，我竟然咧會有好奇怪嘅情緒啊！呢種情緒咧就係嗰種介意同埋呷醋嘅情緒啊！自己 feel 到自己啦，一好注意對方啦，二咧哇有啲咁樣嘅呷醋嘅感覺咯，係啊，特別係近排啊，我發覺咧佢對另外一個女性朋友咧好似有好感喎，哎呀，我呢個奇奇怪怪嘅情緒咧，又時不時咧跳咗出嚟啦，好難受嚇，明明係我先拒絕佢噶嘛，係啦，請相低咧俾啲意見我啦，或者開解一下我都好，感激不盡啊，撐你到八十歲，咁啊唔使客氣 ，friend 嚟㗎。我哋一齊到80歲吓、喂，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喺呢一刻會跟隨住自己內心嘅呼喚呢，咁主動咁多啲同呢個男生接觸嘅話呢、自不然你兩個人嘅關係呢就唔係而家咁嘅關係啦、會更進一步應該。我嘅睇法呢就同你呢係完全相反嘅。完全相反，完全相反。Why? Tell me why? 點解 ?OK。我用佢英文嚟答你啊，OK 都系英文嚟噶，但系我中口而出只有 OK。Listen， OK， 嚟啊嚟，好啦，中口而出都系呢两个字母啊。咁啦，我覺得咧，其實。你而家呢係因為呢係呢個男仔係鍾意係追你㗎嘛。其實我相信呢每一個女仔呢都好享受呢俾人嚟追㗎。無論你鍾唔鍾意呢個人，總之呢有男仔追你呢就係一種呢對你價值嘅一種肯定㗎嘛。係咪先啦，其實唔好話女仔啦，男仔嚟計呀，有女仔追我其實我都好開心㗎。雖然呢我可能知道呢個女仔條件並不符合我呀等等啦咁啊。甚至乎即係話已婚嘅男人呀，點解你話喂即係咁
多咁多綠茶妹妹呢可以搞掂呢、嗯、其實就係已婚嘅男人喺屋企已經係即係喺屋企已經即係老婆已經當咗你兄弟咁㗎啦嘛先啦、嗯嗯啊啊、即係太熟啦係呀已經係一個兄弟咁一個舍友咁啦係咪先啦已經感覺呢老婆唔會太即係對自己唔會太著緊啦呢個時候呢嘩出面呢有個綠茶妹妹呢對自己呢嘩好有好感嗰種好崇拜嗰種喂你一定係好 enjoy 呢個感覺嘅。所以點解即係話小三容易上位呢就係、是、因為係咁樣㗎嘛。即係呢種心態作怪呀、啊令到呢件事呢係呀、啊、有可能成嘅。係呀、啊、享受俾人追呢其實無論男女都享受㗎嘛係咪先。咁、嗯、所以呢你係其實呢你呢同佢係唔你呢係同佢唔啱嘅因為一二三四呢你都講得好清楚啦。特別有啲硬件上嘅問題呀第一就又唔高大又唔靚仔係咪先。第二係異地第三呢冇屋。啊是不是啊即當地冇屋、嗯、可能而地有屋啊、嗯、都唔算係咪係啊我同你講而家你喺廣州坦白講你銀包冇袋住二千萬現金你都唔敢去買屋啊我同你講即係好啲嘅屋全部千萬千萬聲嘅、嗯嗯、千萬千萬聲嘅 ,ok, 咁、啊啊、所以呢啲嘢就係、是呢啲嘢就係我今日呢我同個仔去打網球㗎嘛我喺車度同佢講話老豆呢其實當年踩到都坑嘅。咁啊咁我希望呢就係、是、我點解要成日同你講喂啊要你點樣點樣我想你衰咩係咪先我話呢老豆呢其實有個最大的缺點呢就是貪玩。嗯係咪先當年如果用買車啲錢嚟買樓而家不得了啦。係咪缺點呢就是、貪玩。用買車啲錢嚟買樓而家不得了啦。是嗎所以我點解喺個咪前呢就係不斷咁同大家講冇買車所以我點解喺個咪前呢就係不斷咁同大家講冇買車買車啲垃圾嘢做乜嘢有錢買屋有錢買屋但係我自己係被傷害過㗎嘛你明白未呀、嗯、即係教訓嚟㗎、啊、經驗教訓。係呀、啊啊、你明白經驗教訓被傷害過㗎嘛你明白呀、啊、即係教訓嚟㗎、啊、經驗做緊節目嘅時候珠江新城呢樓講緊呀講緊就係七八千一平方嘅而家你十萬以下揾得到咩是囉是咪先升了十倍是咪但是當時啲車呢是咪已經係變咗廢鐵啦搵得到咩是囉是咪先升了十倍是咪但是當時啲車呢是咪已經係變咗廢鐵啦是咪所以呢樣嘢就係呢我點解會講到呢度即係講緊佢而家呢個男生嘅硬我點解會講到呢度即係講緊佢而家呢個男生嘅硬件係呀唔得佢夠唔夠你唔係話唔得係唔啱你要求而已。係嘛。冇錯啦咁啊所以如果硬件唔夠的話其實你就算同埋佢喺一齊呢你哋唔會有結果㗎嘛只不過你即係你未享受你未享受夠啊而家呢個咁衰仔又移情別戀啦咁令到你呢係好嬲㗎嘛係咪先你唔係鍾意佢嘅所以你放心啦啊即係你叫佢直接放棄算啦。不梗放棄啦你硬件上面都唔夠你搞咩啊是不是啊你得知你嗱自佢嗰度特別又冇屋嗰度都有講啦是不是、嗯、喂大佬呢個年紀啦大家都係諗住結婚㗎啦你啲硬件唔齊我點搞啊一開始就係因為呢個原因而拒絕咗對方其實呢個原因呢你就算你兩個 OK 啦而家佢追返你唉你又好冧啦咁諸如此類喺埋一齊但你哋啲硬件點樣解決嗱，呢個 friend 就話佢當一個對你好嘅人突然間唔再對你好嘅話，你只不過係習慣咗佢對你好而已。嗯，千祈唔好去踩呢個氹啊，齋浪費時間。係，即係唔習慣呢、這個，即係唔係話咩原因咁啊？嗯 ，OK， 冇錯，好多嘢需要慢慢習慣嘅，係嘛？嗯，呢個 friend 話老婆就係瞓喺上鋪嘅兄弟。好啦好啦，啊呢？呢、這個非常一線城市買車唔買樓後悔無得救是啊是啊是啊真係啊今年呢珠江新城上半年買樓同下半年買樓兩件事啦、嗯、又升咗最少又升一波係咪最少最少升咗 30% 啦已經啊喂咁、加埋升咗成本咁樣搞法係啊咁啊好恭喜發財17年嘅老低老 fan 嚟報道啦嗰時呢你轉咗去993我都唔知啊而家開車呢聽到熟悉嘅聲音啊而家呢聽緊08年回放講緊呢 Hugo 情人節仲係一個人過㗎
眨下呢已经做咗人老豆啦，睇嚟呢都係阿志呢大智若愚啊，仲係钻石王老五，唔肯放弃成个森林掂。呢个 friend 话咁快就摆酒过咗一个星期啦，我同阿戰戰呢攞結婚证呢第429日办完酒席，期间真係辛苦晒屋企人同埋兄弟姊妹啦，蜜月之旅呢唔知几时先有得去呢，我而家呢都俾肚入面嘅 BB 听节目做胎教㗎，预产期呢係明年嘅劳动节，戰戰如果期间可以俾我去个旅游仔嘅话呢，咁我就超开心啦。Hugo 之之喺商城我买咗好多嘢呀、多謝你。发咗货唔知听日快递到未呢㗎嘛。希望啦听日就可以兜到你手㗎嘛。係呀，咁啊相信喺个高潮呢应该呢都渐到尾声啦，啲快递公司应该都 OK 呀，做到嘢啦。好，咁啊呢个 friend 话最近好失落啊，避孕呢仲係无法成功。求 Hugo 呢开金口啦，今年可以盡快避孕成功，心想事成，求祝福啊。咁啊係啦，一定成功，一定成功。係呢个 friend 话 ,Hugo, 你话有个体力超好嘅女朋友系咩体验呢？琴晚啊5:30先瞓，今日呢依然呢坚持去养中会打卡你哋喎，咁啊係咩，今日去养中会仲可以打卡我哋。啊係喎，我哋两个我哋两个呢、這个公仔呢仲喺度啊。嗯，好，咁啊，哇，睇嚟好，睇嚟好，系咯，咁啊，琴晚5:30之前，你哋搞啲咩咧？系咪搞咗啲即系好嘥体力嘅嘢咧？又唔好话嘥，嗱，字用个嘥字就唔啱啦。点啊？嗱，你讲，好展示双方体力嘅嘢咧，唔嘥噶呢啲嘢啊，换嚟嘅开心就唔嘥，阿志啊，换嚟嘅唔开心咧就嘥啊，嘥，冇错啦，就我哋 friend 梗系开心。仲有两个星期喺度预产期啦，发现越来越辛苦啦，怀孕3个月之后呢佢就唔可以陪喺我身边，以前呢趁家食时咁咩，对我妈妈讲啊，会趁家阵呢就话对我妈妈讲会将我当女咁对待啊，而家都少问候我啦，亦都冇照顾过我，每个月呢俾我转500蚊话俾我买嘢就算喎、即係希望佢即係丈夫啦快啲返嚟啊，呢时呢刻太需要佢啦、因为可能工作原因啦异地咁啊，你自己要加油加油吓，两个月就预产期啦，加油，系加油啊，咁啊放心心情啦，咁啊，咁啊，多啲咧就系钻研下啦，咁啊，到时咧入咗呢、這个产房之后，咁啊，自己嘅注意事项噶嘛，因为咧其实而家应该系熟习噶啦，呢啲咁嘅注意事项啊，因为咧去到咧，其实你大脑一片空白噶，系啊，系啊，好多嘢可能之前咧要慢慢咁啊准备好，准备定咁先得，系嘛，冇错啦吓，好，咁啊手上咧又揸住另外一封嘅 email 吓，系嚟自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系嘛、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地址就系 love。Q at loveq.cn loveq@loveq.cn 当然我哋一些情嘅微信订阅号啦，都可以在上面将你的故仔呢发给我们的。是这个 friend 说恭喜发财，你们的电动牙刷真的很犀利啊，貌似呢一个月都不用充电啊，还有电，我日日啊都用电动牙刷的。是啊，我的电动产品真的挺厉害的，真的啊。同埋呢我们有一个之前呢卖断货了一个一个呢就是这个眼部的护理仪啊，一个眼部的护理仪呢而家又补货成功啦。那个呢就每日呢自己用眼用得好贵的时候啦，或者呢夜晚临瞓的时候有啦，咁啊，咁啊，戴上咧就系按摩几分钟咧，只眼咧就好舒服，好舒服噶，真系啊，系啦，用石墨烯技术噶，系呢个 Ilon索就话咧，我老婆咧十日之后咧就预产期啦，相低咧开金口啊，我想要一个小公主啊，心想事成啊，系啦，咁啊。好，咁啊呢封 email 係咁㗎，咁啊相低幫我一下兩位超級無敵嘅 friend 嘅老朋友啊，感謝一些事一些情呢陪伴我長大，感謝相低嘅聲音教識咗我如何度過我嘅讀書階段啦，大大咁提高咗我同人相處嘅情商啦，萬分感謝。我呢唔算係一個新低迷啦，但呢從來都唔發郵件，因為呢有你哋嘅教導啊，我待人處事呢仲係比較自信嘅。但呢今日呢確實有啲事情啊，想請教兩位老朋友。寫郵件嘅規矩呢我仲係識得嘅啊，不過呢就今日心有啲亂，事情呢已經呢唔知道點樣寫起啦。所以呢以上嘅內容呢就當係讚美兩位啦，咁啊以下嘅文字呢可能冇咩章法可言，還請見諒。唔緊要，我讀喵叻。北京時間22:30。
好，咁啊，啱啱咧就呢个广告客户嘅声音啦，吓，同埋咧呢个我哋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翻我哋一些事一些情。系啊，啱先咧就即系我哋半点报时之前读紧风喵啦，咁啊，即系佢话冇咩心情赞我哋啊嘛，究竟咩事咧佢？系咁啊，佢话咧，我系一名啊80后已婚，有一个小朋友，今年咧小朋友已经4岁啦吓，喺一个咧唔算发达嘅小城市生活啊，通过咧自己咁多年嘅打拼啦，从大城市翻到小城市发展，收入咧喺当地咧唔算差噶啦。我每个月入咧大概15K 左右啦，咁啊，我太太咧都有5K 咁啊，加上咧我每年嘅奖金咧仲算比较丰厚，所以前几年咧楼市咧啊唔系太贵嘅时候咧，就已经咧喺当地咧陆续购入咗3套楼。哎啊，真系升啊！系啦，当然啦，随之而嚟嘅咧系孭咗一身嘅房贷啦。由于我收入咧比我太太高，所以咧屋企基本上所有嘅开销咧都由我负责嘅。结婚以嚟咧，我哋一直咧都相处得好融洽。我咧就负责赚钱养家，我太太咧就负责貌美如花，系嘛？哇，真系正啦！系啦，成为咗朋友啊口中嘅模范夫妻。本嚟咧以为一切都好如意嘅时候咧，今年嘅疫情爆发咗啦，随之而嚟嘅咧系我收入嘅减少。关键是年初本来到手的一笔奖金被取消了、我在一间小公司做事，当时我和公司的一致想法就是留住资金等公司周转、按商低所说的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由于收入大幅度减少，但支出没有减，特别疫情在家的时候感觉支出还比平时多了。哎，渐渐地呢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啦。虽然呢仲未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呢不知道呢疫情几时结束嘛，那时心里面呢都好不踏实的。思前想后，我和太太呢诉说了我的压力。因为一直以来呢我太太除了花费她自己那笔收入之外呢，我还会给零花钱她的。哇，这个老公真的好啊。是。啊！但問題即係嗰陣就揾到啊！而家疫情嘅原因咁啊，收入就減少。呢、這個咧亦成為咗佢嘅習慣啊！我希望咧嚇，所以我同佢講咧係希望佢可以節制一下，一啲咧不必要嘅開支咧就唔好支出啦，唔需要嘅嘢咧就唔好買住啦。哈！就係咁，我哋大嘈咗一交。我太太嘅觀點咧就係嫁咗你就係為咗要比以前嘅生活過得更好先嫁俾你噶嘛。P.S. 呢個觀點喺 Hugo 嗰度學噶。我唔理，咁我嫁俾你，系嘛？梗系要好过以前噶啦。如果冇理由衰嘅啦，系咪先？衰过以前，我点解嫁俾你咧？系咪先？系啊，系咯，系咯。即系当然佢又唔睇大环境系嘛？系嗱，呢样嘢咧，我系解释一下嘅咁啊，咁首先，咁我觉得咧，两个人结婚吓、无论男方定系女方，两个人咧就决定结婚啦，行埋一齐啦，做夫妻啦，一定咧，佢哋嘅生活啊。佢哋嘅生活呢一定呢就係話要比自己以前單身嘅時候要好。係咪先，兩個人希望係啱嘅，都係希望好啦。希望好，如果呢兩個人一結婚呢仲衰過兩個人自己單身嗰陣呢。咁叫嚟做咩呢？咁叫嚟做咩呢？係咪先 ?OK 啦。咁但係呢問題呢就話我哋呢有啲係結都結咗啦。知道已經太遲了。結之前諗清諗咗係咪唔係，有時呢係咁樣。有時呢因為呢當然我哋呢就話我哋唔係嫁俾金錢㗎嘛，我哋唔係嫁俾物質㗎嘛，我哋係嫁俾愛情㗎嘛。係、一個人對另外男生對女生啊，或者女方對男方嘅呢、這個其實呢個負責任嘅態度呢，就係話我雖然而家我哋可能個環境仲未算好，但係我會努力將我哋兩個人嘅生活變得越嚟越好，係咪先？一定啦、一定要咁啦、一齊向上嘛。係啊，就算暫時唔好我都應該有呢個志向㗎嘛，係咪先？所以唔係話一定物質條件好我先嫁佢，唔係呢樣嘢嘅。所以呢我呢個觀點係咁樣嘅意思，特別呢喺當時嘅疫情期間，其實我都腳軟啊！當時我喺呢、這個遠在呢、這個墨爾本啊，係啊，南半球嘅大佬，你唔腳軟啊，係咪先？日就係睇住咩死人方方日記，哇！睇到我越嚟越驚，係咪先啊？一地手機啊，一地屍骸啊，咁啊，係啊，咁、你睇人咩死人方方啲嘢，你腳唔腳軟啊？你係咪先啊？係咯，係啊，咁喂，大佬，咁你呢個時候
喂，做出一啲嘅呢个呢、這个呢、這个节流嘅一个决定係啱㗎喎。因为每件事你有应该相对应嘅应对嘅措施嘛。咁但係即係大条道理啦。你即係开唔到完就接下流啦係咪先。係呀咁係咪先。嘩喺好景嗰时梗係太古汇啦係咪先。麻麻地又养中汇啦係咪先。再麻麻地。再麻麻地喺书档买本故事会睇下啦。是不是是啊，即是应对不同的情况一定有不同的对法对法的。没错啦。咁这个太太就好像不是太理解。喂我觉得这件事真的老婆不啱喎。是啦。是咁啊，从疫情呢开始呢到依家十月啦，各项开支呢就係照旧啊。之后呢我哋仲因为呢个问题呢嘈咗几次交啊。严重嘅一次呢我直接呢就分房瞓咗一段时间，就係、是、呢因为呢件事啊。大概呢讲返啦，今年三四月份啦，复工之后呢我就搏命咁样做嘢啦，希望呢公司早日可以恢复返原来嘅上返轨道啊，我嘅收入呢都可以早日正常返。呢、這个时候呢就要介绍另外一个女主出现啦，佢呢就叫做 M 小姐。啊 ,M 小姐点呢，係啊，佢呢就是我太太嘅同事啊，以前呢我都见过面嘅，互相认识㗎。呢次呢因为一个项目嘅接触呢比较多，因为项目呢需要对接好多内容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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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咁啊即係不然呢就熟落咗。係啦，熟落咗。啊，有时呢佢嚟我哋公司对接嘅时候呢，中午都会留喺我哋公司休息啊。啊，有一次呢佢话俾我听，我中午呢坐喺办公椅度瞓觉呢，有一次佢话俾我听，中午坐喺办公椅度瞓觉呢感觉唔舒服，问我呢可唔可以安排一个地方俾我瞓觉咁样啊。嗯哼。啊，即係可能佢有午休嘅习惯啦，即係办公椅即係仆喺度等等唔舒服啦。係呀，而且大客呢，字。係呀係呀。可以提可以提出呢啲咩，所以你嘅照顾啊即係要一定要周到啦。係呀咁啊。咁啊。我中午要午休搵个地方瞓。係呀搵个地方瞓咁啊。咁呢就我諗咗下，因为公司地方呢浅窄，確實呢又冇地方安排啦。於是呢就同佢讲，你不如嚟我办公室休息啊，我办公室有个 sofa。反正我一般呢中午都唔喺度嘅。佢呢欣喜若狂咁同意咗啦。OK, 咁有 sofa 都可以摊下啦，可能諗住。咁佢唔喺度都冇所谓呀，嗬。关埋办公室门就 OK 啦，嗬。係呀係呀，喺度都可以关埋办公室门。唉咁样。好啦，即係事情咁啦。係咁會唔會就。係啦，咁啊有一次我提早返公司晏晝啊，發現呢佢真係喺梳化度瞓著咗，嗰陣係五月啊，天呢特別熱啦，空調嘅溫度呢開得特別低，佢著個短袖呢就瞓咗喺梳化上面。我呢於是呢就從個櫃裏面呢就攞咗張薄被輕輕咁幫佢冚上，然之後呢就關門出去。佢醒嚟嗰時呢就問我張被邊度嚟㗎，我話我驚你凍親啊，幫你冚㗎。係。此時呢我哋兩個相視一笑。嗯，哇，呢个笑嘅话人哋系即系一个谢意咯，嗯，啱唔啱啊？即系多时你轻轻笑笑，咩树？方是一切开始了。哦，呢个对视而且微笑，系啊，之后系啦，跟住啲 friend 就话照等。有飆有氣出屎惡意兩個字兩個字咁樣，你真係真係攞命啊，好緊要喎。好咁啊，八月份啊，這個項目呢就差嚟結束啦，我都想盡快完成佢啦，所以呢約佢星期六呢加個班啊，佢好愉快咁樣答應咗。嗰日中午啊，佢問佢佢問我可唔可以喺辦公室休息，我話得啊，你加班都好辛苦，去休息一下啦。然後呢我就獨自喺辦公室外啊，直到呢我需要喺辦公室攞個文件嘅時候呢，先發現佢喺梳化度呢冇瞓覺。佢見到我入嚟就問我可唔可以坐低陪我傾下陪佢傾下偈。嗰日呢佢坐得特別近。我哋两个呢我哋两个人个膊头呢係挨住嘅。傾唔到几句佢呢就话我知。佢第一眼见到我嘅时候呢佢就鍾意咗我啦。喔、哦。然后呢讲完呢句说话佢就将佢块面慢慢慢慢咁样贴咗过嚟要吻我。咦、哎、跟住呢我霎时之间我制止咗佢打开。或者一掌将佢打开。啊呢、這个 friend 话果然有戏。嗯啊呢个 friend 话嗯炸炸炸炸炸。炸炸字咩呀你。两件事啊。哎两件事啊。冇呢咁嘅事。係啊自嗌过去嘅啫通常。係我制止咗佢啊，同佢讲喂你知道我有老婆㗎喎。然后呢佢咩都冇讲。
佢揽住我，吻咗我一下，然后咧将我个手摆咗喺佢嘅胸部。即系越嚟越过分啦，吓！系啊，系啊，呢个时候如果系我，肯定弹开走关门，关门咁样甩门而走系嘛？你去关门系嘛？好就走，你走去关门啊！哇！落窗帘关门，咁嘅咁嘅咁嘅，播音乐啊！仲有啲咩会做啊？你我都话甩门而走啦，你嘅人，你俾人开车啦，开车啦咁样，哇！又俾人甩门而走，唔信真系你。哇！呢、這个 friend 话边个男人会受得住啊？系咯，跟住呢个 friend 话个手摆埋去，跟住点啊？系咪五指一爪啊？人哋如来神掌唔得噶。呢个 friend 话我嚟迟咗咩？唔通咁样？冇。唉，哇！唔系呢个 friend， 喂，佢老婆识佢啊？会唔会老婆派嚟试探噶？哇！突然间喺呢下。警钟敲咗下，叮当咁啊，系啦，咁佢一下就惊醒咗梦中人咧，系啊，咁佢唔会沉入其中咧，系啊，哇，系，哇，呢下好紧要，喂，但系咧，即系老婆派佢嚟试嗬，即系呢个女仔，真唔使咁笨，系咯，即系你话佢自己唔愿意嘅，即系个老婆好难逼佢噶嘛，系咪先啊？系啊，试有时啲嘢都适可而止，系咪先？系啊，我试到咁样，真系系咪先啊？嗯、啊、你话即係真係试下即係哎呀我即係譬如话即係我有啲颈颈膊痛啊，你帮我按摩下咁样，即係呢啲已经我觉得係底线㗎啦嘛，咁又俾人话试啊，真係试到好入戏喎、啊、又係囉，冇理由咁入戏㗎喎，係咪佢老婆吩咐一定试下个底线呢？呢个 friend 提醒我哋牛仔很忙，系喎系喎，要播歌要播歌，系啊系啊，呢个 friend 试探唔可能咁大牺牲嘅，系系咯，嗱呢啲有经验啊，系咯，俾人试过啊，试得有底线噶嘛，系咪先？啊，哇呢只啊，哇呢个 friend 话，莫非 N 小姐有计划咁样吓？第一步入办公室，第二步一齐食饭，第三步在一起咁样，哇一步步嚟，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 ，Hugo 哥晚上好啊，想问一下咧，第一次见女朋友爸爸妈妈送边款红酒好？咁如果你真係第一次呢见女朋友爸爸媽媽呢，梗係送企你啲嘅紅酒好啦，咁啊咁其實呢我喺我哋嘅網上邊呢，我哋所有 friend 都知道啦，我一直以嚟呢我係好推崇呢呢、這個朗格多克地啊，唔係朗格多克地區啊，哎呀呀呀係朗格多克地區啊，咁樣一直呢發覺嗰支新世界啊，嗰支新世界紅酒呢，其實我一直呢都好推崇好推崇嘅，咁啊咁啊啲 friend 話送茅台係啊茅台啦、啊 okay, 都啱茅台啊，茅台啊，咁我哋茅台咧，我哋都有呢个全世界唯一嘅呢个茅台股份啦，帮我哋出嘅啊，一些事一些情嘅恭喜发财特别珍藏版噶，系啦，呢样嘢咧 O K 嘅，吓呢样嘢咧真系第度买唔到嘅，系得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先买到噶，系啊。都是一個好好的這個禮物啦，是非常之好的選擇來的。咁啊封 email 就讀到呢度啦，因為。是啦，我們已經講到茅台啦啊。呢個 friend 愛是一道光如此美妙咁樣。嗯。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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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咁。咁呢個 friend 我一聽咁熟悉嘅劇情，一諗就好似日本動作片度睇過。哇你真係哇涉獵好廣喎你。哇呢、這個法相低好羨慕嗰個聽眾啊、嗯、我哋個主持人嚟㗎咁。後續如何後續如何後續啊仲需要講咩啊，嗯哼咁、嗯、要睇男主仲未講佢反應俾我哋知㗎嘛。喔咁係喎。係啊而家都係講到呢、這個呢、這個即係老婆個 friend 嘅反應咋嘛。係阿朱公啲一些事一些人呢就話啦我頂咁啊，系啦，咁啊，快啲讲结局啊！我同我老婆喺度赌紧噶，我赌呢个男出轨，赌20蚊，快讲结局啊！20蚊你又想知结局？你真系加多个零啊！你得我同 Hugo 系嘛？你加我哋两个，啊、真系 啊！结果如何？冇结果唔通？呢、這个 friend 话啊，反而有啲时候咧，男生都几中意揾女生嘅闺蜜嘅话，唔通咁样会更加有成就感咁啊？不过道理上咧，就系我哋听到而家啦吓，应该呢个男生系冇揾嘅呢个。即是他老婆的闺蜜的因为有些业务上的来往而已、嗯哼啊、但殊不知这个女生呢、如此之主动是啊这个 friend 呢就话呢唉咁啊又升华到煲饭环节咁啊嗯哼啊话呢个 friend 后续梗系一
嘢就推開佢，跟住拉佢祠堂公審啦，咁咁樣喇喎。係呢個 friend 呢就哎呀發生喺朋友身上啊，佢老婆朋友呢就專登咁樣做，就係、是、為咗佢老婆就為咗佢老婆可以離婚分身家三棟樓㗎。哦，即係佢係從另一個側面嚟幫老婆嘅。係呀、啊啊、有時候啲嘢可你真係估佢唔到㗎喎。係呀、啊、真係喂三棟樓喎，離婚分身家喎。嗯，係咪先幾大幾大呀、啊、呢、這個 friend 話啱啱聽到緊急關頭居然斷網號。哇、啊、真係網真係得呀。呢個 friend 快啲講結局啦，講咗之後呢掃曬雙城啲紅酒，下個月呢滿月就飲咁啊。好掃曬呀掃曬呀咁樣。好好成你貴言啦。OK, okay、啊、繼續繼續我會講嘅咁啊。啊、然後呢他抱住我吻咗下，將我手呢擺咗佢胸部同我講，你會抽時間陪我嘛。我輕輕咁攬咗佢一下，拍一拍佢個膊頭，啊佢冇講個手係即係喐喐定係冇喐喎，就是、另外一個手，一個手就停留咗位置，另外一個手拍膊頭咁可以呀字係咪唔係即係呢個佢喵就停咗喺呢個位冇、繼續講落去啦。有講另一隻手啦嘛，嗰隻手冇講啦。係呀係咪咁嘅意思呀？係呀呢個手唔屬於我，屬於佢。跟住呢我拍一拍個膊頭同佢話，就俾你一個擁抱啦，唔好多諗啦。其實呢我當時第一時間真係不知所措的，嗰日嘅工作呢亦係早早咁結束咗，我哋呢各自返咗屋企。返屋企呢見到一攤嘅一堆嘅快遞、我呢就對住我太太發咗好大好大嘅脾氣。嘩、我喺出面呢做到死你係咁買係咪先，即係而家再加上呢啱啱發生過呢啲咁嘅煩心事、不知所措之下更加容易情緒容易失控。啊、我覺得就唔係。點解？我覺得有兩個原因。第一個重要原因呢就係、一睇啲快遞呢都唔係一些事一些情嘅。係咪先，咁呢個梗係發脾氣啦係咪先，一些事一些情嘅產品係咪先，呢個係物有所值㗎嘛。係呀、性價比咁高係咪先，你又買買埋曬其他嘥錢嘢㗎嘛。咁、第二個原因呢就有比較。啊點呢、即係喂那個女仔呢投懷送抱，冇一個男人可以呢就係、真係可以頂得順㗎嘛係咪先。呢頭同老婆呢因為錢銀嘅嘢嘈交，嗰頭呢出力工作想搵多啲錢，而呢個合作夥伴呢又對自己有好感，已經好感到咁出位啦。係咪先，呢個相較之下呢特別呢就覺得老婆嗰日唔順眼嘅。但問題我哋個即係男主喺嗰刻嘅表現係真係相當理智㗎喎。你個頭。而且佢個表現一啲都唔理智，言辭呀都 ok 喎、啊。一啲唔就擁抱咁又唔講嗰隻手啦，我哋其實關我唔關心另外一隻手。呢個 friend 話細節好緊要。係呀、細節決定一切嘛，細節決定成敗嘛，你入到書店幾多呢書呀係咪先。係呀、你又即係完全唔講細節，你真係令到我哋即係我都發你脾氣呀真係。呢邊人合格重寫呀重寫。唔該細節描述緊要啲呀。係呀、我呢就發脾氣。發脾氣跟住呢入咗書房。諗咗好耐，其實呢 M 小姐呢的確係我鍾意嘅類型喎、性格樣貌甚至乎身高體重呢都係我夢中情人級別嘅。嘩即係喺佢嘅喺佢心目當中呢就堪稱完美㗎喇喎，咩都啱。係即係佢當時真係好理智喎。係唔係咩都啱，係所有條件都啱。咁即係咩都啱啦。所有條件啦你真係。你即係呢、這個用詞會唔夠高端呀字。係咪 ?ok 啦。係、如果佢早三五年出現呢或者我哋呢就喺埋一齊㗎啦。係啦，冷靜落嚟之後呢就有如此多嘅諗法，咁當然都正常㗎。只要就是那部沒踏出嘛。是九月啊你真的很等得急啊。那部沒踏出嘛。哎呀真是你我真是如果有影下字表情給大家看大家真的很開心。那部沒踏出嘛好猛整的。是啊。是九月啊項目呢終於結束啦。我呢就約了他傾偈，打算呢跟他講清楚。他說他說呢不如去我宿舍傾啊，我同意了。啦啦啦。哎呀。即係其實佢會唔會覺得咩嘅呀啲阿志。即係佢唔會諗住講清楚嘅人點解覺得咁樣嘅空間唔係太適宜㗎嘛。係呀啦咁應該。話明顯啦，即係個男生話好啊，咁即係已經承曬後邊嘅所有後續嘅事情嘅發生，已經對呢啲發生嘅事情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啦，甚至乎呢、這個即係鋪埋電啦係咪。係呀係呀。咩叫鋪埋電啫，即係鋪電好佢。接住落嚟發生嘅事咩唔通，甚至乎已經買曬呢個啊啊呢個比較前面都係鋪電啦真係係啊買曬呢個衛生用品啦係咪先啊。好啦咁啊佢話佢宿舍傾我同意咗。
嗰日咧，咩又咩啊？人哋约外婆，我都唔去，我要听埋呢个古仔。喂，抱啲喎，喂，抱，可能啲古仔会发生喺你身上。系啊，你听冇用啊，系咪先？系嗰日咧，去到个宿舍，佢着得比较单薄。我哋咧倾咗差唔多三个钟头，嗯，同佢讲咗好多大道理。啊哈，啊哈。喂你幾扮嘢喎你三個鐘頭發生其他事唔好啊講大道理。佢好多大道理即係動之以情啦曉之以理啦。我覺得呢個時候呢一個男人呢同女人呢講呢個大道理即係明明呢就係、想同佢有嘢嘅女性呢講呢個大道理呢無非係搵返個心理安慰。嗯、即係其實呢我真係明事理㗎我真係覺得咁樣唔啱㗎。啊而且即係我真係咩同佢講清楚晒㗎啦。咁唔啱咁唔啱我講到好明白啦。係呀佢都係要。係呀、就係為咗洗脫自己嘅一種呢自己都知道呢件事係唔啱嘅。即係過自己心理嗰關。係過自己心理嗰關洗脫咗自己嘅一啲嘅壓力。嗱呢、這個 friend 都講裝。自恕状呢个咩真系要人去宿舍讲道理啊！宿舍唔系一个讲道理嘅地方，我哋读书嗰阵已经知啦。就系咯，社管几时同佢讲个道理啊？咪先净系讲规定嘅啫嘛。哎呀，真系系啦，讲咗好多大道理。然后咧啊，然后咧就系、是、始终佢都系着得太清涼啦，好单薄啊！啊，当时咧我都承认我对佢有好感，佢真系咧我中意个类型咯，啊哈！我同佢讲完道理之后咧，佢就抱住咗我，不停咁样吻我，同我讲就一次，就一次，啊哈！然之后咧，佢咧就捉起我双手，将我双手咧放咗喺佢件衫入边。即系挂喺衣柜啲衫入边，唔系身上，可能系，可能系，系啊系啊，入边啊，你摸下啲质地几靓啊，一些事一些唔买，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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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犯咗错啦吓，嗰日之后啊，我同 M 咧仲会系倾偈嘅，分享日常琐事啦。M 咧系一个好温柔嘅女生，因为家庭嘅原因啦，佢好勤奋，我同佢咧相处得好舒服，佢好在乎我嘅感受。我发觉呢几个月嚟，我可能咧真系中意咗佢啦。我得闲冇事做嘅时候咧，我就会好挂住佢。我唔敢去肯定呢个感觉，因为我知道我系一个已婚人士，家庭咧我系唔可以放手唔理嘅。所以啊，想请教上帝，我应该点样调整我嘅谂法？我应该要点样做啊？系唔系咧？要同 M 完全咁样断绝联络咧？但项目嘅合作咧，亦唔能够话一即系话断就断，话断就断，一啲都唔沟通嘅吓、嗯。要点样做咧，先至可以咧相对完美地咧弥补我犯下嘅错误咧？万分感謝唔使係 friend 嚟㗎大家男人心照。咁咩你係俾我喂廿蚊嗰位輸咗喇喎咁樣。你太擔心人哋呀嘛。唉呢、這個 friend 話、唉死啦你鋪咁樣。點呢點呢點呢即係個男嘅即係終於都賣出咗呢一步㗎嘛。原先諗住佢即係好好㗎嘛可以即係守得住個關㗎嘛。係呀阿 Carrie 話防火防盜防閨蜜啊咁積極進取個女人真係好可怕。咁啊，系呢个 friend 话好快就有第二次噶啦，你咁你哋咁样样，系呢个 friend 话宿舍唔系只系攞嚟瞓觉嘅咩？仲可以讲道理嘅咩啊？啊呢个 friend 话喂，结咗婚听到呢啲真系火滚啊，咁样系啦。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宿舍咧衣服单薄，两个人相处三个钟只系讲大道理，冇理由唔放牛仔好忙嘅。我唔信，我哋真系冇放、啊，因为以往嘅嗱呢个旧嘅直播室咧，就所有咧即系搵碟啊诸如此类嘅嘢咧，系我一脚踢嘅。咁而家咧换咗呢个过渡性嘅直播室啦，系咁啊，然之后咧我一脚踢啊，嗰扎嘢咧阿志嗰边嘅系啦，咁佢、又唔纯熟嘅呢啲嘢，咪都纯熟嘅，我哋慢慢搵下啦。啊呢、這个 friend 听完我都想去跑下马。仔啊咁样，哇！呢个 friend 咧就做紧作业，突然之间咧听到楼下有女仔喺阳台出边咧放电台节目，觉得把声好熟，冲出阳台仔细听，就系 Hugo 把声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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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即刻赶嚟听直播咁啊！呢个 friend 话如此套路，如何拒绝？嗯，哇！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去到呢一刻，当然即系我哋 friend 咧，即系每时每刻都谂住悬崖勒马嘅吓。但问题即系对方唔讲道理啊嘛，系嘛？佢唔听你讲道理啊嘛。系你撞到一个唔讲道理嘅人，点算好咧？系啊，就唔同佢讲道理咯。呢个多伦多 Marco 多伦哥多伦多 Marco 报道噶，宿舍牛仔很忙，真可怕。系咯系咯系啊系呢个 friend 哈哈真系出轨喎，赢咗老婆25蚊，多谢啊男主。呢个 friend 求男主嘅行业，哇！即系睇下点解有咁多项目对接呢？咁啊，唉，咁啊，啊呢个 friend 话。唉，算啦，呢、這个要相低比建议好难噶，建议放弃罪恶感，可能简单啲。系啊，呢个我觉得咧就系好啱我哋男主嘅呢个诉求啦。系啦，呢个男主就想要呢个答案啊，放弃罪恶，放弃罪恶感，事情由佢发生啊。系嗱，我同你讲啦，果仔咁啊，嗱，依家咧。你呢就即係我嗌你坦白講而家呢我哋嗌我哋嘅一個 friend 啦，但我哋 friend 嚟我哋 friend 一定冇錯㗎係咪先啦，嗌我哋 friend 懸崖勒馬唔好搬起石頭揼自己隻腳係咪先啦，係啦，即係就此打住再都唔好再行多一步行差踏錯啦，你會聽咩，係啦，你就可能呢一刻覺得我哋講得有道理，我只能夠同你講道理啦，係你嗰刻就兩個人一比較，閨蜜同老婆之間比較是 啊閨蜜好好多噃。是啊嗱，閨蜜老婆同埋我哋呢個排順序肯定係閨蜜肯定係閨蜜我哋老婆啦，係咪先？你打尖㗎你。你點解可以打尖㗎，請問。但係呢我哋無論如何係排起嗰個 M, 嗰個 M 女嘅之後㗎嘛，係咪先？你見到佢啦，係咪佢又咁積極進取，係咪先？係啊，而且好似話齋佢任何條件都啱你，都符合你嘅夢中情人嗰個感覺。係啊。咁真係劝你唔住喎。係啊，我哋依家劝你，我所有大道理其实唔需要讲啦，係咪你都讲晒俾你阿 M 女聽啦。我哋都讲唔到三個鐘。係啦，我哋所有讲任何嘢都徒勞啊。呢個 friend 成龍大哥有冇教你啊，係咪呢個 friend 工作有來往冇可能勒到馬㗎咁樣。今日呢個 friend 男主老婆聽緊即刻離婚唔好等咁樣。係咁啊，我覺得呢即係唔係下下呢話去到離婚呢，當然呢個係一個選擇，但係呢唔係唯一選擇㗎嘛，係咪先，呢個肯定係之一嘅選擇，總希望佢有彎轉㗎嘛。喺度嗱，兄弟真係拍住佢膊頭係嘛，好多謝我一手摸住個胸，一手拍住個膊頭，唔係你一手摸住自己個胸，一手拍住佢膊頭，兄弟心跳梗係拍住佢胸啦，係咪先，拍自己胸做乜鬼，咁呢就係、是、兄弟嗱，聽小弟呢一句劝，其实呢个游戏呢玩落去，我哋唔计你嗰啲所有嗰啲咩大道理，我唔识讲大道理，我肯定呢件事我讲唔到三个钟嘅、嗯。但係呢件事玩落去呢，边个系输家，呢个游戏玩落去你系输家，你系唯一个输家，你明白咪呀，输硬呀。係呀，你系大输家。你老婆呢系小输家。人哋咩事都冇毫发无损啊，知唔知啊，係呀、啊。跟住呢搵到第二个啊，又啱听又啱讲又啱睇㗎，係咪先啦。咪继续系咁样囉，将对方个手拎起嚟放喺自己身体某部位囉。抹手呢个项目都冇埋。係呀、啊。你点啊，所以你系输家。嗱，人财两空。我唔同你讲道理，你諗下你自己输唔输得起，你諗下你自己愿唔愿意做输家。